金的啊！哇！好，历经了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拿到了台北的 Car Master， 我们一起来走上去吧。这是我第一次来，好像是在二楼。好，这连阶梯都有这个标示，还蛮明显的。第一次来，希望今天限开赛有很好的成绩。环境其实还蛮大，然后这里很多卡包都有。那些冷气也超凉的。这边有很多卡套，各种选择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打限开赛，这边店家还有杯子可以饮料无限畅饮。再打开，我们先来开我们的四包 SM 四卡包。哎，等一下，有东西。螳螂？这什么？螳螂？这个是什么？哇，猫老大！猫老大！
三白一绿，虽然有一个是假白。耶，可爱的卡比兽，隐蔽风貌龙仙宫，耶！还是假白。那我们抽到的是铁我辉夜，还有我们的猫老大。好，让大家看一下哦。哇，你这个又标了八百起。铁我辉夜跟猫老大，耶耶，还不错啦。虽然不是 tag team， 至少有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开这个基本料的现开的基本料。好，看一下哪些哦。那这个后面有序号，就先收起来。哦，龙接工，龙接工，赞哦。Copycat， 宝可梦通信也不错，这个使用卡。四连跑效果。哎，小蓝 ，nice。超乌竹篮，竹篮，两个道具卡，然后这个是路卡利哦。好，那我们总共就是有两张，刚刚四包又开到一张龙结构，所以手上有两张龙结构还不错了。好，我的牌组呢现在组好了，主要就是以赤焰咆哮为主轴，然后呢副打手就是我们的路卡利欧钢系的，那我的能量数就是放九个火四个钢，那属性的话呢有带龙，带龙可以帮助我们拿到进化宝可梦，然后呢还有我们的卡比兽可以专门打 tag team 卡片来做打点，那还有一张铁我辉夜也是无属性的。那人物卡方面有卡西利、魔法猫、竹篮，然后这个哈乌，两张小蓝，两张龙接工。那道具方面呢，还有这个钢系在使用的，等一下装备在路卡利欧身上。然后这个宝可梦通信呢也很好用，然后再来还有一颗三无色能量，所以总共40张。刚刚现开赛打完两战，我两战的决赛，然后两个奖品卡包，那我们现在要来开我们的奖品卡包喽。